之子，就这样唱。六月十日起，每周六晚，只在腾讯视频。打开陌陌看直播，附近大神就是多。本节目由给鬼畜视频提供素材的视频社交 APP 陌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明星旗舰 vivo X9 手机联合特约播出，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我爱二次元，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亚洲首档二次元真人秀节目《我爱二次元》，欢迎各位。首先，请允许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战队队长，让我们掌声欢迎秘法部落队长扶苏，欢迎狂热异族队长萧萧声。零五联盟的队长来自 SNH48 的李毅彤，吟游诗人队的队长周深，嗨。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现场邀请到了两位至高无上的大魔王。好的，现在两位大魔王以及四位队长已经就座了。今晚的最后时刻，台面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大小王呢？大小王又会变成什么牌面呢？一切的一切就在接下来为你展现。打开陌陌看直播，附近大神就是多。本节目由给鬼畜视频提供素材的视频社交 APP 陌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明星旗舰 vivo X9 手机联合特约播出，前置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本节目由舒服的不要不要的 free 飞赞助播出，北纬37度，每周阳光纯棉，天生舒服。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大魔王行使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出大招，两张哦，同时一起出。草花 K， 邵文义，方片四 x 2 y。白龙，记得你说你只能送我到这里了。这是千与千寻，剩下的路我要自己走，你要我记住不要回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哎，宝宝，宝宝，你怎么走了？你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为什么要回家呀？你不是最喜欢和妈妈一起逛漫展的吗？你试试看画成这样逛漫展。宝宝，妈妈呢是看到网上最近有个无脸男小朋友特别的火，所以妈妈想，要是把你打扮成无脸男，一定会比他更出彩的。而且我们一进会场都是找你照相的，到时候他们发上朋友圈，发上微博，一转发你就火了。我才是小萝莉好不好？你给你自己打扮美美的，给我扮成个鬼，你这样心机。你说什么呢？心机？怎么可以这样和妈妈说话？演的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还原，我要回家。站住，回来。他好可爱，哇，好萌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因为我想跟你有更多的交流时间，我想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你呢？你还是不理我，你还是不跟我交流。一会儿我要是晋级了，我演给谁看？我只想演给你看。可可，我能怎么办？我也很希望呀。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要回家。那你走吧，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这么穿越。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认输吧，千寻。你是干不过我们，我是你爸爸战队的，你是不会晋级的。俺们要发的。我真的搞不懂你们两个人哪里来的自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放弃吧，千寻，你就跟着我打死维达大人，一起去追寻星辰大海吧。俺们要发的，俺们要。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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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你们。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把里面声音都给我消掉。有就不错了，这还是偷我爷爷的。太尴尬了，现在积分全没了，整个垮掉，垮掉。下面公布晋级名单，有请我是你爸爸战队后场。你们对原理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一无所。俺要发的。你不是要回家吗？我们回去吧。没有晋级没有关系，我来当你的观众，你演给我看，因为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千寻。好酥啊！我希望这个小女孩加入我的战队。我也是。好，那我演给你一个人看。你，我要找到你。虽然前途很飘渺，但我仍寻找光明。因为你，因为你，我的存在变得很有意义。我的存在变得很有意义。即使镜片破碎，也会映出新的景色；即使梦想破碎，也会留下美好回忆。我仍相信。一定会和你在某处相遇，就算遇到困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哇，可以把这个对对对对先揭灭了。哎呀呀，我看看这发点长什么样。啊，是双胞胎啊！对，双胞胎。啊，我心里还长得这么凑巧呢。我也是想，两人长得还挺有夫妻，不是夫妻啊，对不对？
你们的颜值那么高啊，下次演的时候不要戴面具了，真的那么帅，你们说对不对啊？来，这样先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因为这是两组战队吧？对，两组。来。大家好，我们两个是 X2Y， 我是 Y， 他是 X。大家好，我是邵文艺，我的职业是一名话剧演员。同行啊，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邵文艺，作为一名话剧演员，你是怎么看待二次元的？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次二次元大赛？哎，我也是一个话剧演员，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你走开。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二次元，像我小的时候，我看《圣斗士星矢》，我就幻想自己是雅典娜，我也 cos 过，大概只有小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的专注，还演过星矢，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最初的那种快乐。我要说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纯二次元，我是个2.5次元，我没有大部分来参赛的选手那么的热爱。哇，你真的好敢说话啊！这么说，你让四位怎么选你啊？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嘛，我还蛮想演一段，然后给他看。其实来参加了之后，我觉得这一群人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不管是几次元。这些天我看到他们这么的专注，这么的坚持，永不放弃，我觉得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到非常的感动，他们非常棒，我爱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二次元，千与千寻也是二次元，二次元的世界是相通的。然后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其实二次元世界和三次元的世界也是可以相通的，大家都可以爱我们这个二次元，也可以爱我们的这个集体。四位队长，现在呢在台上是两组人，你们呢要进行双方面的选择了。其实我这个牌子是为两个爸爸翻的，因为在整个剧情中他们充当的是坏人，戴着头盔什么都不露，甘愿陪衬着他们，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希望你来到我们的组合，下一次我们自己当主角。其实我也是听你们的，我跟苏苏的理由一模一样，作为以前带团的时候作为团长，然后我也是从来都是演配角，因为我知道最专业的人要演最专业的事情，我希望我把更有闪光的人马上推到台前来，所以这种感觉我明白。这个情况先留掉，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最后 X 和 Y 这对双胞胎会选择谁呢？XRY 选择了二次元14年老资历 cos 狂热一族队长。接下来有请邵文艺。我想问一下邵文艺，你喜欢唱歌吗？我唱的还挺好的。唱的还挺好。你想不想把唱歌和舞台和二次元全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尝试。我选周老师。恭喜周深。不容易。你想不想把唱歌和舞台和二次元全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他如果来我们组，绝对是我们组里面哪个新鲜的力量。首先，其实我们非常喜欢唱歌，但是我们要首先谢谢周深老师。你会后悔的。戴我的面具，你不选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选潇潇。选择苏苏。潇潇。练舞联盟。潇潇。船长，你会后悔的。看来邵文艺准备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的多才多艺，他最后理智的选择了吟游诗人周深。接下来有请大魔王出牌。下一张出的牌是黑桃八李佑辰，特点是实力唱将，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剑三吗？剑三呢？山紧闭高速，风啸向鬼谷，天将铺上楚军鸣，毫无一路。哇，唱得好哎，控制力很好。莫以世人阻。
输赢命万古，兄弟先行画疆土，不对山河不孤独，是同生死未曾辜负，两不能共赴黄泉路，铁甲在身，家国为重，历尽千武，不能不顾。寸土必争，不退一步。一山高，怎有人相护？几多不舍，此时坚持，有寒风狂过。寸土必争，不退一步。一山高，怎有人相顾？几多不舍，此时坚持，有寒风狂过。做一下自我介绍啊，各位队长好，我叫李佑辰，很感谢刚才所有为我鼓掌的你们，谢谢。是女生吗？女生吧。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是吧？告诉各位，我是女生。哦。好，哎，我要问一下，刚刚这段表演是取自于什么动漫人物吗？或者是？它是一个游戏。哦。对，《剑网三》那个游戏。哦，《剑网三》的游戏。来，大魔王怎么看待刚刚的这段表演？我就觉得真的这个二次元藏龙卧虎啊，这各种能跳能唱哈，对，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觉得佑辰控制力很好，就是因为其实唱歌并不是大家认为的高音或者是越用力的高音那样是唱得好，其实越弱下来越能够控制住，那个才是真的唱得好。所以他刚才就是在弱的地方他都控制得很稳，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就已经是历经沙场的歌手了。对，唱得非常好。为什么会想着来扮演这个武将将军？因为可能从小我就不太喜欢穿女生的衣服，可能跟我练体育有关系吧，我的专业是铁饼。哦。然后从小就不太喜欢。把沈南扔出去，现在把沈南扔出去。我的外号叫大饼。真配。可能就是从小不太喜欢穿有束缚的东西，所以。不对呀、啊，从小要是不喜欢穿有束缚的东西，就应该什么都不穿，对吧？你很冷。感觉好冷漠、啊，不过很帅，好酷啊！对对对，谢谢谢谢。这是你的性格是吧？说话的方式就冷漠的状态是一直都这样吗？其实我跟比较熟的人会话多一点，然后不熟的人可能会少一点。跟你好像啊。对，我也觉得跟扶苏老师有点像，因为我觉得扶苏老师他有那种邪魅的感觉，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男生没有的气质、啊、我身上有一种女生没有的气质。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不喜欢穿女生的衣服。我无力反驳。这是你今天讲的最好笑的笑话。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来来来来来来，真的好哎，成功了。当导演组找到我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舞台的包容性很大。嗯，在大众眼里的怪咖，站在这个舞台上，只要足够专业，只要足够有梦想，只要足够敢秀，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亮。没错，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组啊告诉我的那句话：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尊重。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李佑辰行使自己的权利，请选择。看我，我也穿的是电网衫。看我，看我，我们一起唱歌。其实我在之前一直很想选朴素老师。之前，哦，我懂了。对，之前。因为我很想他的那些 cos 的形象，我非常喜欢，也觉得自己还蛮适合。但是，我妈妈在录之前给我发了信息。然后我会听我妈妈的话。李一桐，哎，哦，哎，为什么你妈妈？哦，广场舞，因为李一桐是我妈妈心目当中一直想让我成为的女生的样子。不，但是我会尊重你，就是你来到我的队伍，我还是会尊重你的个人的选择和喜好。谢谢，就是谢谢你妈妈对我的喜欢。好的，恭喜一桐，也恭喜李佑辰，谢谢你，谢谢。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大魔王出牌。好，我们下一张出的牌是方片石，离开冯宇。你是忘推了吗？啊，忘了，忘掉了，就是在看，忘了推。帅啊！灯一开才知道原来长得这么帅。真很帅。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组合还有这个表演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宇。大家好，我是李开。然后在我旁边的两位是我们的好伙伴杨毅跟高泰。哦。为什么你们的名字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啊？对啊。怎么出来是四位？这两位是我们的助演好伙伴。哦，助演。我问一下孙老师一个问题，你知道刚刚他们表演的这是什么吗？表演的舞蹈啊。别提醒啊。什么舞蹈？什么舞啊？不许说。棒舞。这个是叫哇他意的一种舞蹈。哦。就是在下面跳给你喜欢的偶像的一种应援舞蹈。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舞蹈？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它是有 power 的、有正能量的、有希望的舞蹈，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个演出，就是要让它更加的完整，让他觉得不只是一个配角，他也是可以变成主角的。我第一次啊接触哇他意，是第一次见到李一桐的时候，我他们那现场打的呀，这人呢能打死，直接把人打死。一桐，我记得你打的也不错。我一年都没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爱这个样子。不过他一就是一开始有人只认为它是一种基础的应援方式，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光的艺术，用荧光棒在为喜欢的歌曲应援的同时，也是拼命的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嗯，我觉得这也算是喜欢二次元的一种形式，不喜欢所有歌曲的一种形式，应该算是。谢谢李老师的科普时间，谢谢。你们当时是怎么入的坑？为什么会喜欢二次元呢？因为我本身很爱二次元，但因为我的周遭的朋友没有一个是接触二次元的人，所以每一次包含去看剧或是参加 cos 展或是参加电玩展，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去啊。什么？他把我们家的客厅的电视柜全部摆满了公仔，每天回来就是会有新的，每天回来就是有新的，还跟我们说我今天去哪一个展抽了什么东西，我抽到的是限量版的，就是我赚回来了。当时你听到什么感觉？我们三个就是啊，哦，因为我其实比较是害羞的一个人，因为有了这个节目我爱二次元，所以我就偷偷拉了冯宇，然后报名了这个节目，然后把他们一起拉进来。但我们真的认识二次元之后，我们真的对他非常非常抱歉，因为离开是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是这么样的用心，可是我们 OK 当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叫做我爱二次元，不是我是二次元，就是要让更多像杨毅跟高泰不懂二次元的人喜欢他，了解他，所以在我们的培训过程中他们了解了，他们懂了，我们他们也想要为二次元再多尽一点力，所以希望四位队长跟大魔王可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诉求，就是让他们也可以正式加入二次元的舞台。你们一上来一开始动的时候，已经所有人都为你们欢呼了，这就是对你们的肯定。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是我们同意的这个事情，他们自己就是已经把心融入进来了，这样就很好了。你们现在已经是你们所说的二次元一个团体。好了，我们不要煽情了，你们已经可以了。谢谢大炮王。三位队长为你们翻牌，现在请选择加入哪一支战队。如果你们愿意来我的队伍，有32场演唱会，你们每个周都可以去表演，而且我们年底马上就有演唱会了，到时候底下的这些粉丝还可以去帮你们打 call。 我们以后一起玩耍好不好？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种青春靓丽的男生一起玩啊，特别喜欢和青春靓丽的男生一起玩。来，大家表达一下支持，对。告诉我，有决定了，进入谁的战队？扶苏老师，漂亮的小哥哥总是喜欢漂亮的小哥哥，于是漂亮的小哥哥们都选择了更漂亮的小哥哥扶苏。靳子月，平霸湖南卫视3年 ，OST 金曲歌手。唱作跳全能的旋风美少女，获得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盛典电台金曲奖。此次全自动不计酬劳为节目创作励志感人热血主题曲《终极信仰》。我叫靳子月，我是一位创作歌手。这首歌是我为和我一样向着共同信仰而努力奔跑着的人创作的，其实就是为这个节目《我爱二次元》而创作的歌曲。地球为何是个圆？是为了让我们努力奔跑着的人，总会再相见。抱歉，我不会停歇，是希望快一些，能够拥抱昨天许下的心愿。某一天，泪水模糊了双眼，却无法阻挡我眺望的视线。总有一天，当我回头看以前受过的伤，是抵挡孤单的铠甲。你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在漫长的黑夜我不怕，有你在身旁能笑看满天的星光。你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哪怕总有一天会绽放。
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在漫长的黑夜我不怕，有你在身旁能笑看满天的星光。你是我最终极的信仰，哪怕雨在的梦中的花总有一天会绽放。你创作这首歌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晚上。真的、啊、作词作曲吗？对，作词作曲。真的，哇，那真的很有才华啊，这个很有才华。我觉得周深，你可以点评一下这首歌，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成熟或者怎么样？我从他唱歌的角度去吧，就是首先他这种唱法就不会让大家觉得是有多油腻，或者是他唱功有多强的那种唱法、嗯、但是其实一个歌手唱很，你唱歌唱多久了？写歌写了五年，唱歌唱了三年吧。哦，就是一个歌手想要一直保持这种就是特别干净的处理歌曲那么长时间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唱歌很厉害但是觉得他唱歌不好听，就是因为他唱歌太油。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所以我觉得唱歌很干净，我很喜欢这一点。谢谢，所以我退牌啦。谢谢老师。没，我也想听听大魔王。其实反而让我感动到就是后面的片子，就是感觉就代表从我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最爱看的动画片，因为他刚才那不是一部高达，是很多部高达的合集。因为我现在名字已经有点忘记了，从应该是0079 F91 W 系列，还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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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哥，你当年上学的时候是真没上学呀、啊？真没上学、啊，不过还漏讲到很多，因为时间过太久了。而且这个对于我们男生来讲，平时去拼那个高达，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我有个要求好不好？嗯。那个刚才我听了你唱二次元，我想听听你唱三次元。三次元。没错，你、okay、你随便选，随便无所谓。我唱一首《落空》吧。好，来来来来来。有一颗紧紧依靠着你的心，一瞬间落空。我们都曾试过想以后，以后却不回来了。有一颗只想拥抱着你的我，一瞬间落空。最后一刻，其实我还没走，看你背影越来越远了。谢谢。哇，特别细腻。南哥他唱歌很像一个歌手，哎，虽然我知道听完这句话很不开心。像他唱歌很像郭靖，就是等下一个天亮的那个郭靖。郭靖是吧？对。好，我不认识，我还像黄蓉呢。我就是希望能够为我们以后二次元更多的作品来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歌曲，能够让每一首甚至是每一个二次元的影视作品也好，动漫作品也好，能够都成为经典。哎、啊、好，那接下来就到了他做出选择的时刻了。场上有三位队长为你翻牌了，告诉我你想加入谁的战队。恭喜李一桐零五联盟获得硬子，谢谢你，谢谢谢谢谢 谢, 谢谢你，谢谢，来台下请，谢谢。在 cosplay 这个群体里，服装、化妆、道具是最基本的元素，他们自行手工完成各种复杂的人物造型。华丽的盔甲，甚至是还原动漫中的场景以及大型道具。而这个群体中的装备党，他们亲手制作出来的服装道具人物造型堪称神还原。I'm just gonna hurt you really really bad。 I told you my hand through the flames, I torture you, I'm a slave to your games, I'm just a sucker for pain, I wanna chain you up, I wanna tie you down, I'm just a sucker for pain。
胜欲而战吧。燃烧吧，我的小宇宙！真的，他们小丑和他这个 cos 自杀小队是非常像的，我觉得他们对对对，他们两个气质非常非常像，我觉得哈利最像，对对，真的很棒啊！刚才外面看到那辆蝙蝠车了没有？那个很厉害，三天就弄出来了，三天，那个是他们自己做的哦。哇，蝙蝠车其实也是蛮挑战的，之前我心里也没底，因为从前期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采购的，哇，到了之后还是要买一辆二手车然后去改造。我的天哪，那这个车能开吗？实际上现在的话是不能开的，但是我做的时候也是为我将来改造这个车能开做了一个基础。各种炫酷闪瞎钛合金眼的选手会怎么选择他们的战队呢？我的选择是猪猪。我选李艺彤。李艺彤老师，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真正的大小玩产生必须要经过网络人气积分加专业的 KOL 们打分，两部分积分相加，最高分才是真正的大小王。 Nothing is impossible。接下来到了我们 KOL 专业评审团打分的时候了。好的，谢谢各位评审老师。54组卡牌选手全部表演完毕，现在我们看一下场上四个战队的情况。逆反部落扶苏队包揽了多组青春靓丽的男孩子、女孩子，当然了，还有扶苏大大最爱的大名呼唤的秦逆反嘛，杨帅。我最后选择扶苏队。强人狂魔狂热一族，兰陵萧萧声套路出牌，拉关系抢遍所有舞台档，不留一丝机会。然后我想跟现在的你合作一下，同时有一个啊，如果你可能想更加了解二次元这个群体的话，你可以找骨灰级的我。我在这个圈子里14年了，什么原版的 coser 我都没见过吗？一旁丧失所有信心的零五联盟小公举李艺彤，虽然屡战屡败，我要回去公演了，这个工作是做不下去了，但至少还抢到了几个只有偶像气质的小姐姐和一组怪叔叔。我最后的选择是零五联盟。吐血老干部吟游诗人周深大大靠人格魅力揽遍所有唱见选手。首先我是唱见嘛，当然还是比较喜欢周深老师了。最终四个战队的战队值和选手的牌面如何变化，我们接着往下看。红桃六有无发生变化？没事。红桃二，那二这个数字它是在网络人气相对是最后一名，就是它如果失败了就真的垮了，所以来我这里圆你古装的梦。杨帅因为网络人气积分太少的原因，虽然惊艳全场，但卡牌分值变化不大。我的精英，接下来请看一下草花五的牌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着，不知不觉间我们就长大了。我希望他能够把他这个专业晋升带到别的老师的队伍里，让他们看看我们舞台党是什么样子的。太棒了！方块勾，在二次元音乐里找到了自己可以发光发亮的一些地方。哇！是谁？哇！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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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西，你们付出了太多了，我觉得这个舞台上没有人比我更懂你们。哇！双双这波关系拉得可以的，积分子 C 分数超过了很多啊！
我们看到其他队长都翻白眼了。梅花钩，我好紧张。当年第一年出 cos 的时候，我就是他们团的，想跟新蛋的你合作一下。我今天来，想和潇潇重聚前缘，让我们试着找回我们之前的感觉，好吗？让潇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GDC 荣登大王宝座，潇潇再续前缘的意愿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毁灭了。我一点都不高兴。从再续前缘到针锋相对。我们的比赛就是如此刺激。即使大王不在你的队里，但是因为他是新任的大王，所以说老的大王，也就是刚刚，哇，老干妈去你队里的？哦，老干妈到我队里啊？对啊，有可能。来，我们先一起掌声欢送我们的新大王登上大王的宝座，好不好？来，三位，请。潇潇，作何感想？喜忧参半，心情复杂是吧？但你换了一个很厉害的唱剑啊！但是我为了 GDC 放弃了别的队伍。同时，那么又来了一个疑问，那么走下了大王神坛的我们的老干妈，她的牌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请看大屏幕。哇！所以我现在什么情况？恭喜你失去了老干妈。所以你们是在逗我？好紧张。我才是该紧张的。你们这个赛制好紧张。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有点复杂了，也就是说小王的牌面即将发生变化。哦，我们队的。哦，还行。所以说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牌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请看大屏幕。好高啊，还是很厉害啊。备受质疑的雨墨七最终进入潇潇团队。但是这个节目的有意思程度远远的超过了你的想象。很多人问，那我身后的大小王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告诉各位，身后的大小王将直接跳过接下来的主题战，直接进入亡灵复活战。他们两组会组织所有在主题战当中淘汰的各组成员，组成一支全新的战队，而这支战队将在亡灵复活之战当中直接 PK 掉 1,2,3,4 四组当中的其中一支战队。啊，直接 PK 掉、啊、不要这样吧。哎呦，这样子就有意思了。而且记住啊，是连队长直接PK 掉。那么接下来在下周我们将进入非常有意思的主题战，而且我也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淘汰了会最终加入后面的队伍，在亡灵复活战再次回归在这个舞台之上。好的，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打开陌陌看直播，附近大神就是多。本节目由给鬼畜视频提供素材的视频社交 APP 陌陌独家冠名播出。哦，一人五酒醉，小燕子泳池闯关队，爱好珍珠的胡萝卜，只扎紫薇的大个巴。我要吃肉，母鸡刺身，放着我来。神经病啊！我是聪明机灵小正太，你是肥胖呆傻大萝莉。是去那儿跳宅舞的？对啊，一起尬舞啊。你们这个队的颜值也太高了吧。我们要决定之后主题赛的主题。欢迎来到王尼玛大讲堂。那这种脑血栓一般的抖动啊，会引发人一种莫名的笑点。我呢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喜欢做鬼畜视频的人呢，就是二次元里面的脑血栓潜在病患。手啊抖的那叫一个销魂啊，这剪辑，哎呀，这声音，哎，快让我喝瓶花露水镇静一下，喂喂喂。
大家心里面想的挂你啊，是，或者是，或者是，但事实呢，是觉得看你不爽，老子要让全世界支持我骂你啊。人生在世不如意，不如自挂东南枝。